国语有声善书。圣贤唐善书地狱游记主著仙佛为济公活佛。第四十六回，游游浮滚烹小地狱，济公活佛降。诗曰：孝道如同蜡泪流，殷勤欲待乐时休，开怀赢得春风意，对月弹琴时点头。盛世戊午新年，首次游明著书，春天要有春的气息，才是好的开始。杨生准备游明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我已下来，今日所游是何狱呢？今日游游浮滚烹小地狱，前面狱官已排班迎接我们。果然前面有一班人马，表情甚为亲切，向狱官及众将军参礼。不用多礼，今日济佛及杨善生驾到，欢迎之至。本狱名曰游浮滚烹小地狱，是七殿所辖。二位奉旨前来，真是劳苦功高。哪里，还是您们辛苦，整日与罪犯在一起，也是不好受的。这只是尽职而已，为感化罪魂也费了不少精神，如同您们为劝世渡人著书立说一样，都是代天宣化。二位请随我们入内吧。已到狱门，门边守卫森严，罪魂并不太多，有入无出，恐怕刑期太久的关系吧。狱内设备不太美观，整排大釜好像乡下烧猪采用的大锅一样，底下阴差正猛烈燃火，釜中还有滚油，如阳间所说油顶一般。罪魂被阴差所压，用铁叉插入釜内，顿时大叫一声，沉入釜中，滚油无情，瞬间罪魂变成一具白色骷髅。请问狱官，这是什么刑罚？犯何罪者方来受此劫数呢？由浮滚烹小地狱为七殿最严重之刑罚，阳间所谓下油顶是收妖精恶魔之极法，故来本狱者乃是在世之重犯，他们与人间行极恶，故死后来地狱受极刑。他们所犯何罪为多？凡在世之强盗、抢劫犯、杀人犯、乱伦犯，或极大之贪污犯，或下毒药害人、杀人性命之罪犯，及忤逆天理之人，死后除受各狱之刑罚外，还要来此受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别的罪犯来此吗？若在世行使法术害人者，亦要受此刑罚，以治其法力。是否可调几位尚未插落府内之罪魂，询问一番？可以，命将军带几位罪魂前来招供。遵命，已带来，请杨善生询问之。请问这位老太婆，为何来此受罪呢？我生前为风化区老鸨，一生专门经营拐诱或收买女孩，赚取皮肉钱行业，死后被判入粪尿泥地狱及抽肠地狱受刑外，又送来油顶地狱，冥王真是残忍无比。我生前只知赚钱，不信鬼神，死后方知地狱难逃。你心态不仁，不思同胞一般骨肉，你用钱收买女人，再任人摧折，道德人性何在？不下油顶滚烹，你身上细菌不能消灭。请问这位先生，看你年纪尚轻，一来受此极刑，身上还留有血迹，双手扶住胡同，披头散发，有点太保模样，不知你生前从事何种事业？说来后悔难当，生前不学好，与一些太保兄弟混日子，因赌钱负债，逼不得已起歹念，进行抢劫，不幸被逮捕，经当局判死刑，枪决而亡，现时枪伤仍然疼痛不已。死后经各殿审判后，移送七殿，阎王无情，判我入游府地狱。现时惶恐不安，希望世间人要安分守己，别人的东西抢得来吃不下去，辜负师长教诲，双亲养育，此份恩情不知何时何日才能报答。国法无亲，你自寻死路，最后只好饮弹而亡，但你还有一点良知发现，待来生再修吧。请问这位先生，你为什么来此受罪？生前一时失去理智，为爱争风吃醋，连杀二人，后被判死刑，死后经各殿严刑，今又交来此狱，看油锅滚滚，皮肉颤抖，自恨一时之错，造下滔天大罪。杀人偿命，古有名言，手下既视生命如矣，下有府又有何可怕呢？不下有府，杀手滴血不能钱。
请问这位老先生，你来此欲是为何因？我生前学会道法，独得失传秘技，人称福宰仙，凡是有钱给我，拜托我用邪符做法，使别人精神错乱，家宅不安，或差人婚姻，均一一照办，并用邪符迷昏女性心神而奸淫之，生前可谓畅所欲为，死后阎王大怒，想处罚我，我亦用邪术斗法，哪知阴府阴兵联合攻击我，使我招架不住，今日下有顶，一切道法尽破，而化为乌有。哎，有法不用正途，死后最惨。你无法无天，借术害人，是魔道之人，阴府最忌术士做法害人，凡术士不正，死后无一人能逃有顶之刑罚。昔世兼学法者，遵守师训法规，所学做救世之用，则死后可入神道，反之则入魔道，甚之。请问狱官，贵狱行罪，罪魂一入油顶，变成骷髅，再插起用还魂水泼下，而后还魂复原，如此重复受刑，罪魂感觉如何？下油顶罪痛苦无比，所谓体无完肤，罪魂如入水中一样，首先窒息，继而热痛，便见失去知觉。凡有魔术道法者，一经有符则破功。因时刻不早，我们准备回堂，多谢狱官及诸位将军亲切招待，先告辞了。命众将军排班送驾，杨生快上莲台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回堂。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游到诛心地狱，让小编想起之前在一本善书中提到，有一次在国外开法会，仙佛亲自现身临坛，讲到因果报应与六道轮回时，可能有些班员起疑心，认为没有地狱，仙佛就只是拿出相机随意往空中一照，结果洗出两张外国人在地狱受刑景象，一张是割舌，另一张是剖腹，都有如现场实际拍摄那样令人触目惊心。仙佛借相来警醒众生是不得已，可能有人不以为然，其实劝善之显化照片，人犯不凿去伪造，这两张照片在道场流传已有多年，照片有打上马赛克，若想要看原图档，请 email 给我们，此书已经好久以前，约70-80年代左右，信者恒信，不信者切勿毁谤，我们每个人要始终保持着善，自然恶就会远离我们，若过去有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望大家多行善积德，多印善书经书，孝顺父母，修道助人。
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新建凌霄宝殿，希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